设备中心主席杨毅公布国内增加一例本土个案，头腿不适。另外增加一例境外新一类个案，确诊个案当中没增加死亡个案。屏东县安泰医院发现，应该要注射的门膜的那位老人家，在主动 A C E 防晒，总共83人受到影响。指挥中心发言人张明雄表示，初步了解是医院因为仓库楼顶的 A C E 防晒，还有消防负责人没发现，并且派相关负责人同卫生局观察。那个产品医院注射的专业，相关人员当然不是这个不注射，不过会替 A C I B 讨论，咨询专家意见。T13 零一防沙铁用本 AC 同 BNT 的天然门，天然门来租。设备中心主席杨毅宣布会加开，增加生命26以前登记 AC 的18到49岁对象，除夕下周4点会开放租门。设备中心宣布，我国自家买 AC 防沙大概142,000门，按算除夕下周4点会到桃园机场，完成通关的测试过后，会直接送至指定的冷储物流中心来做后续检验作业。自家买 AZE 防沙当中都有下总奖的原油大概650万元多的。全世界一度国家疫情还是当严重，其中中国 Delta 变毒还是的车开来，外界就关心公营以前会针对中国有较高的防疫规范无？对于总影响表示，也无论是对内地来的都要检疫14日，除了公营还可采用深夜加深夜，也的检疫措施仍然还做得。